我们现在来到阿丽家了，刚刚骑摩托车大牙河左转右转，路过了很多巷子。他给我们发的位置是这个房子，这附近有盖房子的声音特别吵。哦，刚刚还说他是对了，对了是吗？嗯，怎么决定？对，你让他开门。我听说阿丽是现在没有在店里面做手指，现在就是有客户需要的话他会去别人家里面给别人做这个手指。对，就是服务代虾嘛，谁要叫他他就会去。阿和以前也很喜欢做这个手指是不是？对。OK。 哇，在那里啊。他在二楼。一楼是摩托车的。而且还有洗衣服的啊，这是免费。啊？没加蒙的呀？没糖？哦，还收费的。不找我们呀？太。也养一个狗哎。看看哈，这就是越南人租房，大部分人都是租这种房子，一层有四个房间。哇，这个房间看一下哈，这个是卫生间，哦，下面一个小狗。哇，这是厨房。哦，楼哥没得呀？楼没电，然后看一看哈，看看阿丽的房间。啊，我怎么没看到床啊？在哦，有二门隔成的，隔成上面有隔成。这个就算是客厅，然后从这个位置啊，从那上去。我上来看一下啊， okay, 来，从那个楼梯上来。这里就是晚上睡觉的地方。隔层呢，很小的一个房间，还专门做了一个隔层，所以说它这个空间利用的特别好啊。一个人住太孤单了是吧？所以养了一条狗。上周五，然后还加电水的话，每个月都四超左右。哦，这个小狗好可爱呀、啊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那狗小可好可爱呀、啊，好亲切啊，好小，哇、哦，咬人呐、啊，张大嘴要咬人。这狗是买的吗？对呀、啊，阿海是卖狗的。刚找你爸喝奶茶啊，两个月多。多少钱买的？他买的话，没六没摸了，八月底。八九十。哎呀啊，也是上周五的。专门的宠物狗啊。会。刚刚开车，转了好几个绕，从那个绕里面才转出来。我发现在河内有很多这种小巷子。我们带阿丽一起来到阿海这边了。阿海住在这边也是在盖房子。就是在越南现在很多地方正在建设嘛，在发展中嘛，所以盖房子的地方好多的。这个上面就是阿海住的地方，等一下我们一起去看一看。刚给阿海打电话说他在洗澡，我们在下面稍微等一下。阿海来了，哇，打扮的这么可爱，跟个学生装。好，那摩托车开进来。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叫什么？阿狗吗？等吧。哦，三楼是吗？三楼。来，我还有一个车，来，三梅呢？就是阿海的狗啊，哇，阿海的狗长大了哈，咬人，你看到没？妈那么多呀？咬人，不是咬人，它是很喜欢，是欢迎的意思。欢迎又咬你啊！哎，他这里没有电梯哈、哦。我住在这里。
这看起来跟旅馆一样。哎，刚下播。哦。在家里直播。对呀。我怎么这么厉害？这个啊，只能在那呀，哦，就在这里，他就站这里，然后衣服在这，这衣服在这边，哦，好，灯，手机，不过他这个房间比阿丽的大一点点啊，这边一个桌子，然后这边一个床，然后就直播了，这确实有点小，外面是阳台吗？啊、哦，什么也没有。那边是卫生间。嗯，这里是做饭的地方，但是它是养狗的地方。哦，他自己不做饭是吗？嗯，对。这里它现成养狗的地方了。然后这边是卫生间哈，专门给狗弄了个家。嗯，旁边嘛，不知道啊。但是。平时直播的时候大家看不出来阿海他这个位置很小，因为他这里装设了一个像窗户一样的东西，现在看起来他这个自己在家里打造的直播间挺小的，不过也挺聪明的，阿海很厉害。刚刚下播，他这个直播内容主要就是卖衣服，所以说他中间就是不停的试穿各种衣服。他这个空间这么小还养了一只狗，这个啊狗啊好玩嘛，不孤单嘛。但是这个空间太小了，狗活动的位置也很少啊。以前也是呀，我还养一个猫一个狗。养一个猫一个狗，你真的是、啊、然后后来我也是太忙了，然后才给父母帮忙养猫的。我这个我的命走到我坐这里参观一下阿海的房间。可以呀、啊、有空调啊、嗯、你知道有空调其实也是很舒服啦。我想那照片是谁呀、啊、你瞧瞧照片。他呀、啊、他自己啊、哎呦哎呦哎呦、哦、这是哪一年拍的呀？我说他拍两年前了，他还短头发的时候、嗯、阿海租的这个房间多少钱一个月、啊、九十跟阿丽的差不多，对，一样，就三周五、哦、然后电水一起的话四周、嗯、我感觉这里就是空间大一点、嗯、但是没有电梯是吧？对，一般好像都差不多。嗯，这附近。阿海这里的话就还有个冰箱。冰箱不都自己买的吗？对，那就是。这套冰箱用六年了，他从来河内买了，然后搬哪里都带这冰箱一起去。我们以前不是一样吗？跟我一样。我们以前搬家也是这样。你以前还说什么？为什么不处理掉，然后再买新的？那不是很费钱吗？哎，龙凤啊，你说，龙。同样也是公交的呢。